仅逼啊，你正话说的好像反而是我们错了一样，对不 对？你老杨要是不欠我们的钱啊，他要是把这个钱一次性给我们了，我们还要走到这一个地步吗？那你以为怎么了？那我说错了咋的啊？你那是你老杨自己有毛病了，你老杨怎么就让我们家老杨有毛病了？到岁数大了，肯定多多少少有点毛病了。你看，就是多多少少有点毛病，是我承认，那不是调理吗？而且我们那调理的地方，你知道，你昨天你也看到了，那个老中医我们都提前预约的啊，非常好的，可倒好，你们这两天实在是那这事儿做的真有点过了，是我们是欠你的，是欠你的，给你们，咱们都签了合同了吗？关键是你。给了多少嘛？你没来，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先把王菲点点赞来。也不是我。先把王菲点点赞，把这个钱、哎、把这个点赞点上去来。是多年的朋友，你看我们这是很给他面子，很给你们面子。多年的朋友，你要不说这多年的朋友，我还不来气了呢。啊，明明知道老娘多，老杨跟你是多年的朋友，想当年老杨怎么帮你的，你忘了啊？你怎么的？也不能这样说。我怎么说？你让我怎么说？是多年。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酷皮上打上人两个字，然后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上去，然后我跟你们说个事情啊，今天他们耍无赖，今天他们耍无赖，来直播间各个级帅们啊，先帮我把这个点赞点上去，然后咱们直播间到三千人了，我跟你们说一下他们是怎么回事。和老杨这么多年的关系，所以都没给你试过脸。他们的意思就是啊。现在老牙被我们气出毛病来了。不是，这还不叫撕破脸呢？那人是不是你领过来的？那汪汪是不是你领到这儿来的？啊？那我肯定要领过来。为什么？因为王菲是我看着长大的，哎，四侄儿，对不对？也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我肯定要，嗯，对不对？要照顾他。对你照顾他，你没体谅你俺家老杨的感受啊？啊？想当年那么帮你，你咔啦，你办的这事儿。你说的对吗？你在中间吧，你咱不要求你一碗水给我端平，你差不多也可以吧，是不是啊？哎，嫂子，是你一手分两下。是，你听我说，我们也不要激动，对不对？我们也不要吵。关键是这个，你看王菲那么努力一个小孩，我们肯定要帮助他。我们直播间啊，三千多个家人马上三千人了啊。帮助他，但是我肯定要帮助他，是不是？来，行，别扯了，别扯，张总，你们那个傻家老杨，不是张总，你跟他们不要扯了，来，好，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啊，现在是来那个杨夫人，你过来说，让我直播间的人听一下，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来，我什么意思？俺家老杨现在已经躺那了，不能动了，那是急火攻心，这是不是你们造成的？对吧？我没有别的要求，现在等一下啊，等一下停，准备家人们啊，他杨夫人的意思就是现在老杨生病了啊，而且病得很严重啊，说是我们把他气得气火攻心，其实啊我们所有人都明白啊，所有人都知道肯定是装的。你这唠啥话呢？啊，那病还能装啊？那么大岁数了，你们不就是不想啊给我们钱了，才会闹这么一出嘛，对不对？你也别说别的了，谁不明白你们这种小伎俩嘛啊？什么小伎俩啊？那人家准备家人们啊，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啊？他们就是想着啊，不想把后面的钱给我们了，所以才会搞这么一出。可能是你们昨天晚上回去了之后，临时想到一个招，是不是？想什么招啊？这还是招啊？那人就躺在那儿了，那有啥可不信的啊？谁都明白啊，这个是他们昨天晚上回去了之后临时想的一个招，对不对，家人们？不是，你要这么说，咱俩王菲，咱俩可以掰开唠啊，咱俩把话可以掰开唠，行吗？你坐下慢慢说，咱我来坐下跟你慢慢说，行吗？咱俩今天就把话掰开唠，你不说俺家老杨庄吗？是吧？钱可以照常给你。行吧，然后俺家老杨现在就这样了吧？你说该咋办？咱就正常走，可不可以？我咋办？你说我该咋办？咋办？老杨现在躺那儿了，你说咋办？我就劝你吧，你干脆，咱俩呢就怎么的呢？干脆你把那合同给我拿撕毁，俺家老杨的事我也不找你了。怎么样？啥意思啊？啥意思呢？两条选择，第一，我钱我给你，
对吧？但是你担不起那老杨的身家多少，你知道吗？啊，你这区区我给你多少个，你想好了的。所以说你咱现在吧，就咋的呢？你就赶快把那合同拿回来，然后呢，俺家老杨事儿就这么地了，我就领老杨去看病去，你看行不行？至于吗，杨夫人？就那么几百个钱，就至于这样子吗？那人都躺那儿了，你还啥至于吗？不要装！你们家公司开的那么大，几百个对你们来说算什么吗？至于搞这么一出吗？我真的搞不明白了，对不对，家人们？你昨天去看了是不是老？你看那都中医馆了吧？啊，那都是排号，都得提前预约才能去的地方。那调理的本来都挺好，让你们这事闹的，整个如果都不够心了都。如果你们当时就给我们啊，把我们的给我们了，我们拿着回家了，他哪有那么多事啊？是不是？对呀、啊。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你们都直播间不用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你们就在直播间看着，把网费做出就行。所有家人们啊，本来说好的今天把那剩下的那个保证书里面说好了的那150个给我啊，剩下的250个是中秋之前给的，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把那个拿过来，不但没有把那个钱拿过来，反而还跟我来了这么一出啊，说老姚被我们整生病了啊，气呼呼吸啊，是什么这那的啊，你说是病在那里了，动都动不了了。他们无非就是想把这个钱赖掉了嘛，家人们，这个肯定是他们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招。但我觉得这个，你们觉得这样子合适吗？你们觉得这样合适吗？来，我们直播间4000多位家人们啊，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我是正常过来啊，要我的损失，结果啊，还摊上事了，还摊上事情了。嗯，不是，你这个搞得真的是太……不是，你们要可以。来，张叔叔，哎，你作为一个外人，你过来说句公道话啊。对对对。来来来，啊，哎，咱走的话啊，家人们啊。张祖的话啊，他也是我这边的朋友，也是老爷的朋友啊，让张祖说个公道话。来，张祖，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看？我王菲，我跟你说、我感觉就是杨夫人和那个老杨啊，他们就是在这里一战一和的什么，哎呦，突然你看说好的今天给150万，结果他跟你说现在又在那躺着了，是不是？我感觉就是，哎呀，你不至于这样吗？你换位思考一下，哎，你让人这么折腾你，你不犯病啊？那么大岁数你就换成你老张你不犯病？哎，啊，他早不犯晚不犯，就刚刚好。哎，今天就犯了，今天要给王菲的钱，是不是？我们肯定要，我肯定要支持王菲，为什么？他也是我看着很大的。哎，我们直播间4000多位家人们啊，对对，直播间就打那3个字，然后把王菲点的赞就行了，其他的字不要打啊。感谢单姐送来的人气票。车弄完了。不是，你就把这个钱给王菲，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你也不差那一点点，是不是？差呀，我没有说差呀，对不 对？只是刚才我不跟你们前两天说吗？我们资金当时就是周转不过来，稍微缓两天不就给你了？但是现在另一码事了，知道吧？现在俺们老杨躺那了，不能动了，是吧？说个什么啥呀？敲了一下午了，干嘛呀？对，给我个说道，我告诉你。对，还讹成我了，是不是？来，这样子，啥？杨夫人，来，杨夫人，来，你坐在这里来。你坐着，你坐。来，没事。你坐。准备家人们啊，让杨夫人给大家讲两句啊，讲两句摸着良心说的话啊，然后讲给这直播间，我现在是4600个人啊，在直播间看着啊，你讲给他们听，你觉得合适啊？如果他们觉得你说的对的话，那我就按你说的做好不好？来，他们就当做是他们是观众嘛，对不对？咱们把这个事情讲给观众听一下
啊，我正常要我的东西，结果你们不给，反而啊你们自己气出毛病来了，还怪在我身上来。你这个事情你从头到尾讲给直播间的人听，你然后直播间这现在是4700都会关注，这些关注觉得你说的对，好，那我就按你说的办。如果他们这些关注觉得你说的不对啊，就按我的说的啊，还是该走该给我的就必须要给我。直播间家人们啊，你们就替他说完，其他乱七八糟的字不要打，替他说完，然后公屏上打对或者是不对就行了，好不好？来来，那我就说说，你既然要我说那我也说说，来直播间家人，咱你看看这事儿，我说的对不对啊？首先一是我们家是老杨是欠王菲的，对吧？欠的我答应了，咱欠条也写了，对吧？保证书我们也写了，没毛病吧？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咱出现什么事儿呢，我家老杨呢现在已经急火攻心，躺那儿了，不能动了，没毛病吧？我是不是得来找你了呀？换着任何一个人，咱说啊，你要不一步步步步紧逼，我们家老杨不会这样吧？家人们，我说的我没毛病吧？对吧？你得站在立场，你别光站在你的立场。换着你，让人这么逼你，你不犯病啊？我就不信你。家人们，你们就打对和对，或者是不对就行了，其他的字不要打啊。对或者是不对就行。来，你继续说。啊，我说的没毛病吧？所以呢，我今天我说我来找王辉来，对吧？咱俩就聊一聊，怎么聊呢？就是你呢，干脆回去。俺家老杨这儿我也没闲，我们实在没时间，我也给你拖不起了，我真拖不起了。你赶快你就回去，你把那合同。够，咱俩就你把那个保证书撕了的，把那欠条撕了的。我老杨，我领老杨去看病去，行不行？就算完事儿了，我马上我也就去领老杨看病。来，好，来，你就看着他们打字对不对啊？来，家人们，你们觉得他说的对的，公屏上打个对；他说他说的不对的，打个不对。啊，你们是公平公正，不要吓着我，也不要吓着他，你们当成是那个路人，当成是个观众啊你们觉得？啊，对的打个对，不对的打个不对。来，你看着啊，公屏上如果有10个人觉得你说的对了，那我就听你的，咱们少数服从多数嘛，对不对？直播间几千个人的啊关注的想法是正确的，你看到没有？他不能说少数服从多数，那毕竟是你的家人，那我们家人还在那躺着呢，那还能啥玩意儿还能装啊？那妈你家病你还能装啊？真的太无赖了吧，我靠。对，干嘛？什么叫无赖呀？我们这么家有这么有身份的人，我跟你无赖去啊？至于吗？这点钱。哎，对呀、啊、你说都不至于。哎呀，既然有身份的人就不要搞这一桌，我们就把正事儿办了，对不对？我说的今天来找你们聊的也是正事儿，我没有时间让你们这么一趟都这么折磨，知不知道？这么折腾下去谁也受不了。你这是办正事儿的呀。所以说我就劝你，就什么，哎呦，还把那条子给你，所以怎么可能嘛、啊？咱们就赶快把这事马上就处理了。你把那条给我，欠条给我，把那个保证书给我，我马上领俺家老杨去那啥看病的，我也不找你了。要不然咱们就正常走了。行，既然他们说啊，这个币是我遗弃的，其实就算这个币是我遗弃的啊。我正常要我的正常要我的钱，你们给了我，我走了就完事了。但是你们一直不给，一直在那里逞就是因为你们一直不给，所以咱们才会扯到那么久所以就算是毙了也是这样子导致的，所以不管怎么说都不能怪我。而且你们是真毙还是装的这个还是一回事真毙还是装的还是一回事，咱们去瞧一瞧看一看再说我跟你说，你也不用看了，我告诉你这么说，老杨，你们这不说我装不，我们家老杨装病吗？俺家老杨现在依旧在那都躺那了。装不装我们他已经躺那了，不是已经躺哪里了躺你家了还是躺医院了还是躺哪里去了？躺那个中医馆那儿了。躺中医馆那里了。对，你不要闹了。我跟你说，装不装我们一看便知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装的还是真毙了。对呀，可以啊。那我们去看一下。你去看去，走啊，咱去看看去。来，你看我是撒谎，我是干嘛？我们先不说这个事情怪不怪咱们咱们先去看一下他是真毙了还是假毙了，是真装真毙还是装毙，咱们一看就知道。直播所有家人们
来，我们现在是5762个家人们啊，愿意陪王菲一起去看的，扣屏上打两个字愿意，我看一下，我就想，我们就去看一下啊，他是怎么个坦纳尔了啊，我们就去看一下，他是真的啊，病的有多严重啊？他说啊，已经很严重了啊，他老公身价怎么怎么样啊？让我，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啊，让我可以走了啊。把那个欠条和保住书还他啊，他们这个被我气出来的弊，这个事情不怪我啊，如果不还的话啊，他们愿意把这个钱给我，但是被我气出弊来的这个事情要好好找我理论理论，但是没事，家人们啊，咱们先不说啊，这个弊怪不怪我啊，咱们先去看一下是真弊了还是假弊了啊，如果是装的，我们直播间家人们啊，咱们一看就知道了，他啊，我就不相信啊，他能骗得过我们所有人啊。昨天都好好的，今天就躺那里了。对呀、啊，哎，我一听你这唠嗑，我就来气、哎。还有，我也不管你是啊，你气不气这些事情，我不管你啊。你那个真币假币这些，其实也都不关我的事情啊。我正常要我的钱就行了啊。你币不币那个事情，你自己该怎么依据啊？你知道严重啥后果啊？俺家老杨他要是躺那儿了，你知道俺家都玩不转了啊？好。哎呦我天哪！这样子，咱们先不说别的，咱们先去看一下你那个老杨是币的有多严重，还是真币还是假币？咱们先去看一下。啊，是不是装的？咱们一看就知道。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来，我们直播间5749个家人们啊，愿意陪王菲去看的，扣屏上打两个字愿意。我看有多少个人愿意陪我去，来，走。来走，你去。直接找到我房间，你们来了。今天反正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必须要拿到啊，该给我们的东西啊，如果拿不到，他毙了也行。